真是太无聊了，我想出去玩玩。滴滴滴，校车开过来了。喂，兔小姐，我可以坐你的校车去玩玩吗？哦，乔治，不行啊，我要送小朋友们去上学哦，对不起哦。滴滴，那好吧。滴滴滴，消防车开过来喽。奥特曼哥哥，我可以坐你的消防车去玩玩吗？哦，乔治，对不起哦，我要去灭火救援，对不起喽，滴滴。那好吧。滴滴滴，挖掘机开过来喽。喂，是挖掘机叔叔，我可以坐你的挖掘机去玩玩吗？哦，是乔治，对不起哦，我要去工地上干活呢，你去边边上，小心把你给压了。好吧，滴滴。呜、哦，轰隆隆隆。喂，是兔小姐的飞机，兔小姐，兔小姐，快点降落，我想坐你的飞机去玩玩好不好？哦，乔治，对不起啊，我的飞机不可以随便降落的，我要送乘客去咯，乔治再见。轰隆隆隆隆隆隆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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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乔治快点让开。喂，是熊大熊二，你们开着露营车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玩玩，那可以捎上我吗？哦，乔治，对不起哦，我们的车已经满了，坐不下你喽，下次吧。滴滴，那好吧。那我坐什么车去玩玩啊？滴滴，乔治，坐咱家的车去玩玩啊！爸爸带你和姐姐去游乐场，快上车。喂，太好了，你们坐好喽，爸爸要出发喽。滴滴。